天吗？去吃饭了。怎样？你最近忙什么呢？你在忙什么，徐总？是不是比我还应该清楚啊？之前我就向你抛过橄榄枝，你没有接受。我也需要你，所有的客户都要带来。那我的工作需要向谁汇报？只向我。既然徐总愿意把赌注压在我身上，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。希望是好消息。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确保我完美。是想了一些啊，别着急，马上给你办。不急啊，小一点，温馨一点啊。那你这儿都大客户，办公室要大气一些才匹配。大单跟办公室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呀，有本事的人啊，在家里办公都能赚到钱的。听我的吧。好，不跟你扫兴，等公司安排。我找的有点私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小事，一件特别小的事。聊完来找我。啊，好呀。要5分钟以后去安心办公室。好的。还是换办公室的事吗？他说他需要人手，跟他介绍一下。